进来。梅兰，这封信给你，处座说让你处理。哦，好。敌人安插在军人监狱里的黑钉子，不管是不是他，总归得让监狱里的同志提防他一点为好。既然是曹志斋让我处理，那我就可以理解为存档，也可以理解为销毁，还可以理解为退信。对，就按退信处理。帮我接一下军人监狱。喂，是军人监狱吗？我是军法处梅兰，叫周求进来军法处一趟。委员长日理万机，哪有时间看这种人的来信啊？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你把信给他拿回去吧，叫他以后不要再写了，白费功夫。那好吧，我交给他。张文才，这是王少写给蒋委员长的信，被退回来了，你还给他吧。写给蒋介石的。对。上，我警告你，你要再敢跟委员长写信胡说八道，当心我扒了你的皮！你吃饱饭趁着没事干什么？你是什么东西？你是匪徒！匪徒！委员长还要你这样匪徒的学生吗？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我告诉你，王胜，你最好跟我打消这个念头，要不然我跟你没完！王少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被退回来了。张文才告诉我的。今天有这样的事儿，看来这个人我们不得不防。没错，相对隐蔽的敌人来说，王少算公开的，所以当然得防着他。但是你要知道，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是咬人不露齿的那一个。没错。李白水是何许人？老李，你没事吧？没事，有人来看我来了。这是好事啊。什么好事啊！干着急，使不上劲。怎么了？市委派人装扮成我的亲属来看我来了。他们问我，狱中的同志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市委可以设法解决。这是天大的好事啊！跟市委联系上了。联系是联系上了，可是不知道狱中同志有什么需要。大家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你也看到了。吃得非常差，有病又没有药品医治，就这些，这都是最主要的。这个监狱不光有我们自己的同志，还有国民党的军事犯、刑事犯，鱼龙混杂。我们怎么样才能把这些东西分到自己同志的手里呢？这样，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真的不知道。王少，你认得李成仁吗？嗯，李成仁，
你们司令部参谋，李成仁。啊，哎，确有此人。哎呀，这个年轻干部呀，革命意志坚决，军事能力过硬，年轻有为。你们是在哪里见过的？王少，你说你把一个排弹哪去了？你这话问的没头没脑的。哎，老华。 李成仁在哪儿？别问李成仁，哎，告诉我应该派弹哪去了。撒手，撒手，快点，撒手！快放手！我不是说过了吗？我的部队在向驻马店方向行动的时候，啊，遭到了敌人的包围，我带着我的前卫排浴血奋战，伤亡惨重啊！我这不也被捕了吗？真是这样？啊。 老贺，以我的观察，你是为靠得住了的同志。在监狱的时间长，对监狱的情况有所了解。你是不是不信任我？哪能呢？我这是尊敬你，羡慕你。那好，那你给我句实话，狱中到底有没有我们党的组织？是不是也很着急，很关心？老李啊，你真的是误会我了，我连个党员都不是。 那就算这狱中有我们自己的组织，那些党员同志，他也不会联系我呀。老贺，我说的都是实情。我过去工作过的地方还有很多同志，都在这里边。你不信，你可以去问一问，访一访。开除党籍是开过大会的，又不是偷偷摸摸的。在这种环境下，他们怎么会要我这样的人呢？那老贺，以你的观察。 你认为狱中的哪位同志更有号召力？哎，这个，他们对我这样的人都是敬而远之的，怎么能知道呢？王少，我问你，前天下午熊才可找你干什么去了？哎，还不是让我给他们干事儿吗？我说咱们共产党人相信自己同志。 没办法干，拒绝了。是这样，王少，我念封信给你听听，你听听啊，大家也都听听。至亲至爱的蒋校长，勋戒，戴罪授业学生王少，拜于麾下，少于黄埔授业，一心忠于党国。 只因年幼无知，受惑于匪徒，误入歧途。这是谁写的？笑话！笑话！告诉我，你要给我交代清楚了。老华，你说的那个李成仁，他了解王少的底细吗？王少。 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地主家里，中学时期他接受了革命影响，进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去学习。在那儿，他入了党，可是，在第五次反围剿行动失败后，他动了，他叛变了。还好的是，被游击队政委和省委的委员及时发现，制止了部队行动。结果，他只在走一个盘，可是到了上海，不但没人理他，反而把他抓了起来。 他边上说蒋校长表忠心，结果这信是寄出去了，却是石沉大海，音讯全无。叛变了是不会有人相信。都起来了，起来了，吃饭了啊！有脸吃饭，今天打牙祭，大家吃的都一样。一样，这谁和你一样？你说说看。 这儿的人谁会点头哈腰尾巴？哎呀，这是真可怜呀！马屁都拍成那样了，还是在笼子里受苦吗？你也不干净，我不干净，是，我写过自首书，可是我向同志们都说了，哪个不知哪个不晓。你要有种，就把自己的错误拿出来，别遮遮掩掩的，以为别人不知道。那好，我向大家认错。
咱们大家都是难友，何必呢？是我的错，我不该给蒋介石写信，但是我们都得长期在这住下去，尤其咱们又被判了长期徒刑。亏你还是个游击队司令啊！啊，长期徒刑就不革命了？你的意思是说红军就不回来了，革命就不胜利了是吧？我也没说红军不回来，革命不胜利啊。只是现在人都关在这儿了，好汉还不吃眼前亏呢。好汉，这世上就除了你这种没骨头的好汉。王少，你的问题大家心里有数，两条路摆在你面前。第一条，你把问题向同志们交代清楚，重新做人。另一条，就是你继续追随你的蒋校长，自取灭亡。包华同志可以做你的榜样。包华同志是写了自首书，犯了政治上的严重错误，但是包华同志已经把问题向同志们交代清楚了，决心在斗争中考验自己。王少，你要好好考虑。我们是欢迎你回到革命的立场上来的。李白水、关节已被分别调监，至于调到哪个监号，目前尚不得而知。贺平才。我进去。同志们，你们好，我叫李白水，是政治犯。同志们，大家好，我叫唐克，是军事犯。同志你好。你好。唐克，哎呀，王少，哎呀，哎呀，进去。总队长啊。关节，疯子，疯子，拉屎！等着，一个个来。
知悉李白水自称他是南昌地下党宣传部长，这个线索极为重要，应很好的考察了解。考察其中应该注意保密。赵天明，你这什么时候转过来的？上个月啊。看守所关了十天，就给放回来。之前一直在杭州？对，在杭州。咱们先遣队的同志还有没有在杭州的？有，应该陆陆续续都会转过来吧。没想到啊，咱们都会到南昌来碰棋。哎，薛文宝也在这儿。薛文宝在哪儿？在新子街。之前我跟他在二号楼子待过，后来他转到了三号楼子。这狗日，要不是他，周群局长就给抬出去了。为了这事儿，我动手还打了他。方主席批评了我，他是基本群众。不过进了监狱以后啊，他政治觉悟提高很快，进步很大。总队长，我听说赵天明、赵参谋长也在这儿关着。对啊，没想到。怎么了？他之前呢，也在杭州监狱关。对啊，我最早还在九江待过呢，只是啊，我没有兵工厂刘政委机灵，他在九江就逃脱了。刘政委，刘鼎同志，你不认识？他到东北苏区的时候，你正好被关进了莫角桥。义真河这个大叛徒，害人不浅呀。也许啊，叛徒还不止他一个人。我怀疑周局长就是叫叛徒给出卖了。周群同志，对，在杭州监狱的时候，敌人不知道他的身份，都以为他是一个连长。是啊，他被转到南昌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他是最早被杀害的那一批。所以，我就怀疑啊，一定是某人派周局长给出卖了。某人？某人是谁？赵天明。你说啥？我认为，赵天明就是出卖周局长的叛徒。赵天明？对。小可，你可不能乱说啊。在杭州监狱的时候，只有赵天明一个人遭到敌人的拷打，受刑没两天，周局长的身份就暴露了，不是他是谁？关杰同志，你敢对你说过的话负责吗？我对党忠心耿耿，我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小张，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人吧？当然知道，你不是说了吗？政治犯。不是，你应该知道我是南昌市委的宣传部长。哦，这我还真不知道。小张，我刚来不久，这里的同志对我不了解，对我不信任，这个我可以理解。在这种环境下，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非常重要。革命警惕性当然是有的，不过并不是不相信你啊，小张，我是从过子间的二号笼子调过来的，在那里有个老贺，贺平才同志，他就对我不信任啊。不会，老贺我还是了解的，他以前就在这里的二号笼子住过，他这个人挺随和的呀。他跟你讲过我什么吗？分开了，再也没见过面。再说了，你没来之前，咱们也不认识啊，他能跟我讲你什么呀？张文才，你出来。什么事儿，张文忠？有人在厕所等你。小赵，
文才，现在有一个紧急的情况，有人揭发老赵是叛徒。哪个造谣？这不可能！嘘，小点声。老何，近几日为何没有字子监和星子监的消息？小郑、文才、老张等同志是否遇到麻烦？这个关节纯粹是胡说八道。如果老赵是叛徒，他能冒着生命的危险和咱们一起建立组织党支部吗？如果他是敌人的帮凶，那咱们早就暴露了，早就被敌人杀害了。是啊，我也不相信。可是你们保密局周局长被人揭发，又怎么解释呢？认识周局长的又不只是老赵一个人，先前队大多数同志都认识周局长啊。可是关节反映，在杭州监狱只有老赵一个人受过刑。易正和还没听到枪声就叛变了，没有受过刑的人就不会出现叛徒了。依我看，叛徒根本就是关杰自己，是他，他是被敌人派下来，挑拨离间，实施反间计来了。文采，你别激动，现在情况很复杂，为了最大程度的保住我们的组织，我建议啊，在近一阶段内切断与老赵的所有联系。对于关杰，我们要细细考察。考察？对，你听我说。茂才大伯说红军说的有鼻子有眼，可我下一步该从哪里入手找到红军呢？小凤姐，你还不睡啊？我马上睡了，你睡吧啊。你是不是在想下午茂才大叔说的那些话？真真，小凤姐，我知道你是红军，我又不怕。我告诉你啊，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跟我说。真妹，谢谢你。别客气，我乐意。包华，有同志向你问候，希望你接受组织考验。哪个同志？包华，我问你，假如我们一些同志出了问题，比如说暴露身份，被敌人抓了，甚至是杀害了，你能不能接着我们继续为组织工作？老张，你这是什么意思？如果真的碰见那种情况，我愿意以我戴罪之身替大家牺牲。凤姐，这两天我每天都跟着你在山上转，可是你看到现在咱们连一个游击队员的影子都没见着呢。不急，只要我们坚持，就一定能找得到。咋了？你后悔陪我了？没有，凤姐，每天跟着你虽然有点累，可是我发现啊，我越来越离不开你了。你身上的精神和毅力是让我最感动的，所以啊，你放心，不论你干什么，我都跟着你。谢谢你，真妹子。告诉你们，出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蔡大伯？我刚才从徐场上回来，看见一个游击队红军让乡公所给抓起来了，就关在乡公所隔壁王玉家里。都抓起来了，抓起来了！乡公所抓了游击队员，说明游击队就在附近。看把你激动的，咱们又不能把他们救出去。哎，去找王玉。以前我跟他关系很要好，他又是乡长的远房侄女，又住在乡公所附近，哎，说不定能找到线索。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小凤，你跟着主力红军一块儿，遇到敌人可以打仗。哪知道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被杀害的惨景啊！这一步又抓了个游击队员在我家关着呢。王玉，你应该鼓起勇气来，怕难道他们就不来了吗？这些王八蛋，你越是怕他，他们越是欺负你。我看我们得组织起来，像原来一样，这样看他们敢不敢来。吓死我了，佟大哥。打猎嘛，就这样嘛。佟总，我想找你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这是王玉。你好。你好。小凤，有什么事儿？
是这样的，我听说乡公所抓到了红军游击队员，我们想把他救出来，这样既救了人，也可以找到党。怎么办呢？但就怕在半路遇到敌人的巡逻队，就难办了。巡逻队我倒是有熟人，到时候叫他们去喝酒去。真的？那这就好办了。王玉，行吗？你还怕不怕？就这样吧，这些人经常在我家中来来往往的，我被他们纠缠得够烦了。老总，多吃点菜。来来来来来，二位老总多喝点儿，多吃点菜啊。好。拿。来，再喝点。来来来。吃菜吃菜，我看呀，二位也喝得差不多了，就怕喝多了误事儿。没事儿，门都锁了，人也捆着呢，跑不了。啊，行，那咱再喝点。老总，老总，钥匙，快去找凤姐和佟大哥救人。谢谢你们啊，真是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救了我。同志，请问你是哪个部分的？哦，我叫陈明，是北上抗日宪检队的。真巧，我也是宪检队的。他也是，他叫童勇。哦，好啊，谢谢你们冒险搭救，咱们今天北上抗日宪检队算是力量会师了。陈平同志，请问你是怎么被抓的呢？哎呀，说来话长啊，我慢慢跟你说吧。别动了，都给我站好。司令员，说你呢，站好。现在下达监狱的通知，监狱长最近会摆设香堂求神仙。监狱长这么做是想求神仙保佑你们，因为你们的过去杀人放火造了不少孽，所以老天爷才让你们到这里来受牢狱之苦。我希望在开设香堂的时候，你们好好的上上香，求求神仙保佑你们早日出狱和亲人团圆。就算以后死了，你们也不用下地狱，也不用受那种上刀山下油锅之苦。当然，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参不参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另外，在开设香堂期间，龙门的开放时间延长，这样有便于乡友们切磋方便，希望大家相互的转告。这个乾清堂开设香堂有什么企图啊？这还用问吗？瓦解我们的斗志，恐怕不光是瓦解我们斗志这么简单，肯定还有其他的阴谋。哎，那什么阴谋不阴谋，我就是一闲对百忙，不参加。共产党员就不应该参加开香堂的活动，谁参加了，谁就不是共产党员。你给我换笼子。谁？就你。瞎折腾什么呀？不是才换过吗？少啰嗦，叫你走就走。开香堂您去吗？他办不如我办，办这事儿啊，超过我的人还没出生。这个我信。不过八爷，人在矮檐下，焉能不低头啊？这乾清堂是监狱长啊，乡主我怕这回是轮不到您头上了。他就是八抬大轿抬我，三请六拜请我，还得看我愿意不愿意。那是那是，那是。八爷，要不咱也去凑凑热闹？嗨，八爷，您就全当是放风看夕阳景了，总比咱们整天闷在这笼子里强，是不是？好，那我就去，去溜溜腿儿，换口气儿。老赵，你不去凑凑热闹？报告。进。
处座，您找我。对。那军人监狱要开个香堂，我们作为上级机关还是要支持的。开香堂？蒋委员长不是要求在监狱灌输各种宗教吗？前监狱长呢也想独树一帜，这也是响应委员长的号召嘛。处座，您找我就这个事儿？对呀、啊，前监狱长不知道动了哪根神经，非要宣扬一下不可。他外界关系不多，所以我们作为上级机关，还是应该支持一下的，帮他找找报社，联系联系记者。这个任务我就交给你了。是，小郑啊，我去你们笼子找你，你却跑这儿来了。啊，这不放风时间吗？我找来荣说点事儿。怎么了？开设香堂的事儿你怎么干？我认为我没有采取行动。你说斗争？对，不能让难友受到蛊惑。现在各个笼子里面都在议论，也闹不清楚敌人到底搞的是什么西洋镜。哎，小张，你们笼子里现在是什么情况？很简单，不参加呗。不那么简单吧？怎么又不简单了？你什么意思？妥协？屈从？哎，老张，这研究问题要耐心吗？单口帽子怎么研究得下去？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有什么可研究的？明摆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权衡利弊。总感觉玉芳给我们的自由太多了。哎，阿丽，你有什么看法？拜香堂这种事情万万不能去，这是和科学共产主义完全不相容的。过去我们打菩萨，现在反而拜香堂，这不是背叛自己的信仰和主义吗？你说的对，我们大家也不相信他呀。你说要是借这个机会出去吐吐空气，活动活动，你觉得怎么样？内容和形式上是一致的，既然去拜了，哪有不相信之理？就是那些想让敌人屈服妥协的人们说的。何宇，有人找。谁啊？上次来过的那个军法处的女军官，在我总编室等你呢。哦，谢谢你啊。啊，没事儿。梅兰，你可真是稀客啊。我呀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行了吧，你快坐。何宇啊，我来是想请你帮我个忙，这监狱里要开香堂，我想请你帮我鼓吹一下。监狱里开香堂？嗯，你们搞什么名堂啊？落实委员长在监狱里灌输各种宗教的指示，开辟新生活，运动的新气象。也亏你们想得出来。我也是上面派下来的，来不来在我，去不去在你啊。哎，对这件事你怎么看？有点荒唐。就这些吗？也可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此话怎讲？这对政治犯是一个考验，因为政治犯从来不信开香堂这类的把戏。现在监狱最头疼的就是如何对付政治犯。九江监狱刚出现了一起政治犯暴动，南昌马上就紧张起来了，怀疑监狱内部也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所以开香堂似乎比较容易判断监狱内部到底有没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如果政治犯都不去开香堂，那就证明政治犯背后一定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在起作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呀变聪明了。你觉得那些政治犯会上当？未必吧，那些政治犯都是些宁折骨头不折信念的人。错，你低估了他们的政治智慧。人生在落魄时就犹如什么伤痛的神经一样，感受性是倍加敏锐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未必会上你的当。老同学，实话实说，在军法处你混得还开心吗？嗯，还行吧。还行？还行是什么意思啊？还行就是马马虎虎。还马马虎虎？既然是你来了这个场，我一定会捧。
但是你可别指望太高啊。谢谢了。老张，百香堂你去吗？我肯定不去。李楠，百香堂你去不去？当然去了，趁机会放放风，吸吸新鲜空气，有何不好？大家都不去，你去是吧？去不去那是我的自由，与你何干？不是李楠，什么自由不自由的？怎么跟我说话呢？存心破坏呀！对，你就是破坏。大家都不去，就你去是吧？笑话，脚长在我自己身上，我爱去哪去哪。看他摆那个臭架子。对，大家看看啊，嗯，国民党味儿吧。怎么，你今天硬要跟我过不去是不是？告诉你，老子不怕。你那股蛮劲从我身上使，那就是个错误。不是李楠，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给你惯的，给你惯上天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如果没有领导指示，我早就揍你了，你知道吗？快坐下！他什么意思啊？快点坐下！接着说，半香堂大家都不去，就他去，这不是搞破坏吗？我不同意。谁跟你说的？大家都不去啊？大家都这么说吗？大家？哪个大家呀？那是李白水啊，老李他说的。他说，共产党打菩萨，还能半香堂？对，这话是我说的。宗教是鸦片，迷信是非常危险的。帝国主义利用它来麻醉人民，毒害人民。你看现在全国各地，连穷乡僻壤都有帝国主义建立的教堂。这就是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的工具。现在，敌人又利用拜香堂来麻醉我们，毒害我们。作为政治犯和科学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能去干这事吗？我们不仅自己不能去，我们还要唤醒其他难民免遭毒害。李楠的情况怎么样？不好，他现在谁都不理。我听其他同志说了，你们笼子对白香堂的问题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我真没想到，现在军事犯与政治犯的关系会这么紧张。拜香堂是个分水岭，现在军事犯滑下去了，我们就应该与他们展开斗争。老张，这个问题你不能这么看。对于军事犯，我们要进行广泛团结，这才不违背我们建立党支部的工作方针啊。思想问题靠拳头是解决不了的。你难道想让我们的同志去拜香堂吗？郑经清同志，你要考虑考虑你的政治立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光不能去拜香堂，而且要从根本上反对拜香堂。小张、白荣，你们俩什么意见？我没啥意见。我认为应该先征求一下老赵和老贺同志的意见，说老赵同志有问题，完全是一面之词。关姐和老赵，我们究竟应该相信哪一个？问我个人意见，我当然是相信老赵的。不管怎么说，老赵现在还是支部书记。面对这么大的一场斗争，我们不在支部书记的领导下统一意见，是不利于开展斗争的。我的话说完了。好吧，既然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由我来请示一下老赵吧。散了。这个店主可靠吗？
他是抗日先遣队的保卫干事。按规定，保卫干事是要被杀头的，但是因为他年纪小，所以敌人就给他了15年的长刑。也是因为他年纪小，所以敌人经常派他们到外面去服役，平时送送饭、打打水、打扫打扫卫生什么的，搞得住。站住！过来。嘴巴张开。张开。滚吧。张一晨，小林，血送到了吧？金石花那置办插太紧，心里我吞了。那只能让小程再写一次了。